今天我们是猪肉炖粉条，我们洗肉了。咱们今天做猪肉白菜炖粉条，兄弟们，这边是咱们刚切的猪肉。粉条，猴哥把大白菜拿过来。好，再把大白菜切一切，我们就开始做饭，兄弟们哈。我要把白菜切一切。好嘞，猴哥来切白菜，兄弟们。对，这么大片刚好，一颗白菜应该差不多了。再多的话，估计这锅也不够。这么多粉条还有猪肉。待会来点个火，兄弟们，然后猴哥把我们的大锅拿过来了，拿过来。对，猴哥去拿那个小木头去，准备着。好的，起锅烧油。把油锅里倒。少来一点，待会。好。好嘞。好嘞，把这个肥肉锅里头，兄弟们，咱们先把这个猪油卤下来。把葱姜生姜锅里倒。啊哈哈，把葱生姜锅里倒。炒一炒。炒一炒啊，炸出香味来，兄弟们。哇哦，现在太帅了。把猪肉锅里倒。好嘞，猪肉下去。炒起来，猴哥。好嘞，酱油锅里倒，炒一炒，这个肉这样炒就香了哈。把老抽锅里倒。好嘞，老抽不能多哦。好了，把鸡上水锅里倒。哇，赶快倒水，兄弟们，倒水给它糊上，盖上锅盖，煮20分钟，咱们把肉先煮熟哈。来，猴哥放粉条，把粉条锅里倒。好，咱把粉条放进去，兄弟们。打开锅盖。好嘞，开锅了，兄弟们。把粉条锅里倒。啊，原来这是要粉条啊，这是啥呀？白菜。粉条。白菜。啊，把白菜锅里倒，兄弟们。好嘞，再放点盐，然后盖上锅盖煮个10分钟，咱们开始出锅，兄弟们哈。盖上锅盖，烧水，出锅了。好嘞，出锅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把你锅盖拿掉。来，好，走着。出锅了哈。哇，直接下盆哦。应该是做了一盆，哇，水满满一盆，太帅了。哇，猪肉白菜。炖粉条，叔叔阿姨开饭了。来，说好了，戴维，来，叔叔阿姨开饭了。好嘞，兄弟们，咱们开饭了。先夹粉条是吧？对。哇塞，你舌头好长啊！不是说好的先夹粉条的吗？那么好吃！哇塞，太香了哈！放火，倒酒，来，猴哥的酒啊！别把猴哥的酒，这是这边买的饮料。好，这个是David的，干一口，哇！白起来，白起来，帅呆了。今天咱们没做米饭，兄弟们，主要就是煮粉条给孩子们吃了。
哦，哇哦，你们两个孩子赶紧先把粉条倒掉，一会儿就倒不起来了。它泡一泡不泡软了吗？对，把它倒到碗里去。安杯，怎么回事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猴哥，你先喝一口。哎，喝一口，别忘了吃口菜啊。哎。把我那么夹不起来。哎呀哎呀呀！筷子给我。你夹不起来。一盆，你把碗放下。好，摆上。好了，先吃吧。干杯。哎，这下可以干杯了。哇塞，可以，太潇洒了哈！哎呀，都要吃饱了哦，吃饱了还是喝可乐喝饱的呀？喝可乐的。嗯，我看吃的也不少，反正一盆呢，现在还剩那么一点，看，没了，就剩这点了，剩下来的留着晚上再吃哈。待会怎么还吃呀？喝汤。好，来吧，孩子们，跟叔叔阿姨再见。叔叔阿姨再见。比心，哎，拜拜，兄弟们。